喂，来哦，这个股权哦，啊，这哦，伊重要用的是讲哦，要用咱用咱拍股，咱拍股了会刺激着咱手的。对，没错。哦，这一个伊会刺激咱。迄、那个手顶啊，细胞都会达到按摩效果。然后伊个中个啦，咱就是无你会让每一个人爱集中注意力看中一个人，伊是要甲你指挥，要叫你做啥物动作。可能就是拍鼓的大细声、大声、细声，吼、哦，面主要就是拍鼓尔。啊，别个拍好大细声尔。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离谱乐团，他每一届。做的拢无同款，吼，拢无同款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每一个人做下拢会无同款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伊就是讲吼，你要教伊什么哆来咪，后尾啊教伊什么一拍、两拍、三拍、四拍、五拍，拢唔对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假做有退休的音乐老师啊，什么讲啊，你是乌白做啥？音乐本来就是，我就是爱有搞谱嘛，对，爱谱嘛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叫做无谱啊，叫做离谱啦，吼、哦。要离谱啊！吼，所以讲吼，他没有啊，可能后盖一盖做诶，嘛未同款，所以每一盖拢是无无同款，每一盖拢是遮诶人，所有人诶创作啊，头前即个指挥诶人，吼、哦，伊就是领导者啊，每一个拢会同啊，所以讲每一个人，咱若当讲有机会，咱要来推荐，未使讲啊，你较宽宽的，你就是拢出来，拢大概拢拎出来。啊，迄个拢点少少的，后盖拢伊拢买出来。讲啊，我都歹势啊，我都无爱出。我歹势啊，安尼袂使。每一个拢同款。你有看我遮倒一个，佮细个，他感觉伊讲啊歹势，无得够。你叫你找一个，你看我倒一个，感觉较歹势啦。你看面了，我知影你无啦。我倒一个，呾无讲你看面，你看面感觉倒一个歹势，有无？有啦，吼、哦，哎，不，你嘛，你时间嘛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啦，你来配合一下，我倒一下，你会感觉歹势，倒一下，迄个人是我的啦，来，总结说哦，爱讲话歹势啦，爱哪位安怎，倒来，水啦，水啦。Yeah.
安尼啊吼，啊我要互你体验一下，所以吼，买体验的人，我咧人听听，你来坐头前，吼，好不好来？不用客气哦，打什么都可以哈、哦。来，看电影哈。我们不用那个耽误大家太多时间哈、哦。来，我来讲哦。先提着什么物件，我来讲哦。提过的人哦，你就知影啊。提过的人哦。很激将啊！包括阮迄个，阮娘啊，阮娘啊，哎呀，永安米罗呀，哎，永安玻璃呀，吼，赶快，很激将，人家做米呀，内底物件吼，这边都马上改成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这个可以做环保乐器，用水碳买上，但是吼，你要注意，卖会怕的气味受伤吼，卖怕这个气味受伤，爱要注意吼。啊，做灵骨也可以做。自己做方法的领土都可以做哈、哦。后来，来这边开始哦，你头啊，第一个第一个，你第一个打第一个拍就过对不对？我要跟你讲，拍过你到家，咱过吼，咱拍的阵用咱的手知影袂，到家就好，到这个手知影袂就好啊吼。拍你的骨缘就好啊吼。咱这边都卖卡，咱这边都无拍得中，咱这边都无拍得中，咱拍边啊尔吼。你的手带把你的骨缘边啊都拄住你，我好，好了无啦，安尼来。无遐紧的话，倒手，这正手爱拍五分钟，拍到手痛，才来换倒手哦。我了嘛，你看，你的手啊，你讲真，你话你无来无去啊。可以啊，好来，正手，倒手，正手，咱来计时来出来，看看了。
对，你拍了无大声啦，我拍互你看啦。爱拍咧大声啦，你爱家己闹啊。拍了小细声。别信了呀！别讲你跑得跑得快呀！哦，来哦，来这边来，好的，可以啊。其实第一就是大声，安尼炮大声，啊大细声，啊大细声，啊大细声，大细声就无声，但是袂使无声，爱拍爱跑，袂使无声吼，啊大声细声安尼尔，吼，啊了分别第一个咯，他伊的挥手，挥到这大这人拍，拍到这人就这人拍，伊这条就是这人来拍。有当遐一条一个迄落出来了，你讲对头啊拍到尾，你手会酸。他说：“哎，有当遐分段拍，吼分段拍吼。哦”了不起，啊，发出掉，啊，给我发拿出来。迄落了变变用脚，遐用脚，用脚吼变变用脚，用手拢袂使。主要人中诶，你比诶人看有就好啊。啊，你若看无，那比啥你都袂拍。你也知伊比啥，你都学袂拍。啊，你若你若你看有，伊会讲，哎，伊咧想甲西吧，我去叫我看，你就爱拍，你就讲无包，吼、哦，安知哦？好，来，我请阮一个吼，家乡特色的出来，甲恁带一个来。会长，会长的妈的太太，来，嘿，你输掉了吗？来，啊，你要紧张，我就是要叫你，因为你上有特色的啊。叫你带都带袂过来，我头快就叫出来表演一下，来开始，好来。Good.
不如意是你的，但是伊就是咱的，这就是不是重点，哦，这个不是重点，每一个每一个人，伊拢爱干出来，这是重点哦。因为恁可能操作甲几落届啊，操到尾啊，迄个，今仔日一个，啊，阮到这讲，我今仔出去尔，无爱出来。哎，就是啊，出去尔，无爱出，我袂使，袂使出去尔。今仔我哩袂使出去尔吼，安尼知影吼，安尼我要叫到十二岁出来，啊，过来坐来。一些节奏哦，来打一些节奏啊！你那边等你过来拍，要上面出牌，跟下面出牌，是让你们一如一快啊！啊，你打起来看那是那个拍些那个徽州鼓的哈，哎，是红道的系统哈，叫做红道不老乐团，啊，以来南部只开班。开课啊，甲志刚啊，志刚吼，甲咱甲二排了，我来
把那个在中国的熊这样子，比较好的然后，哦，这嘛是弄一点点起来，我怕过年怕那两单啊，啊，这嘛可能要爬出三四条呀，到前头可能就去啊，高山青啊，拢袂进啊，拢袂进一里啊，吼，哦，所以讲吼，这就是一个经验的分享啊，吼，啊，其他其实我两个做桌游啦，吼，啊，那个桌你们。随便都会了，啊，我感觉特别，可以跟您分享一下哈，啊，而且嘛哦，就方便啦哈，会当较紧的哈，我自光我们自光我们没关系的哈，其实哈，我们现在政府在推长照的话，它有当时咧感觉讲哦，啊，每一间时间十个，啊，每一间十个拢就无一定啦，其实可以分批的，然后请那个。让我们社区的这些老人家多很多的机会可以出来活动，哎，这个是很好的啦吼。因为咱一直鼓励大家进入到这个，尤其为足侪像阮遮庄卡，嘿吼，拢是迄个七八十岁之功，服务八九十岁老人家吼，他这个是比较跟他讲啊，就跟他讲啊，比较残忍啊。也不是呢，其实哈、哦，志工活动、基带活动哈，伊嘛是新团体活动啊，伊嘛是新社交活动，对伊嘛是，你对延缓失能、失智还是有帮助的，还是有帮助的，哦，嘛是帮助的啦哈、哦，所以讲这无一定啦哈、哦，啊，咱嘛唔忙吼，咱那个搭的小姑家吼，会当吼，各个冲落去，甲冲落去，安尼好无？好、哦，安尼好了吧？好，那是我们到这边就好了哈，好吧？还要，我们还有吧？来，咱总干事恭喜阿伟。好，咱非常感谢咱的总干事哈，啊，谢谢咱所有的长辈跟志工哦，带给我们踏里设计。今天一天的愉快哈、哦，来，阿勇向你雄辩给力的国香，谢谢我们的总干事。真的啦，我们物质设计值得我们恭喜啦。今天特别在咱社区吼来学习啦吼，啊，希望吼，啊，咱志工辅导员能给爱个健康，健康，因公公健康，他是的啦吼，啊，公仔伊有时啊分袂当过来吼，啊，非常感谢咱富士设计吼，真正他们因为我有去问着大寮的。那个设计嘛吼，啊，伊有讲，哎，因雇主已经有得到那个金典奖啦，所以啊，正我当了吼，哦，真正好厉害，他们已经20几年了，刚开始起步而已啊，啊，所以咱爱用好心吼，咱跟他过。十大案拿来领到那个金典奖，好不好？所以吼、哦，这真正是咱学习的机会啦吼。吼、哦，咱希望咱大家会当同心协力吼，啊来向咱物质设计来学习。好，再一次用善小建给力的，我想谢谢他们物质设计。